爸爸给你做的音响是不是有点太小了？好像不行，这箱子还是有点小。我们要油碗还是大了。来试试你的新香香油碗，来进来试试，进来试试，盘一个试试，盘一个试试嘛。来来来，盘一个试试。走走，啊，盘一个试试来，盘一个，在里边盘一个。大买米的，是吧？太小了。那我把上层那个再拼过来吧，我把上层那个再拼过来，把这边拆开，然后拼过来，拼一个长。行，我试试。怎么样，一会儿 OK？ 你这是个什么姿势？不行。我们家，我给他虽然给他做了一个复式，但是不得行啊，你们家幼儿根本躺不下，躺不下哦，哈哈，我看到啊，他挺喜欢的，走了，我叫再开大一点，我还有点压他脖子，要开大一点，懂了，我给你开大，我给你开大，好。我给你改改。